那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，各地的节日氛围也日渐浓厚。在贵州思南县，一场万人花灯非遗巡游正在上演。来自全县的42支花灯队伍，近万名花灯爱好者身着特色服装，带着思南龙凤花烛、剪纸等非遗项目逐一亮相。真是太震撼了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花灯巡游。